開始拍之前穿衫先啊，最少穿翻十件以上啦，係咪？啊，想象下，如果大家十抽都抽唔到大獎嘅話，我就係裸體咁嘅樣。Yo， 我係波子，繼續波子好勁抽。今日我發現咗咧，出租女友咧又再扮一隻超級性感嘅期貨，史上最高尺度，全裸乜衫都唔著嘅一番相。哇 ！Oh my god， 嗰個真係直頭要硬料硬啊！是荷包哥硬化，等到我发现的时候原来他已经是再版第二次了，第一次我 miss 了，但不要紧。加个挑战，就是每一次我抽不到大奖的话，我都要除一件衫或者裤，所以人家全裸是非常之性感，我全裸就非常之核突，这些叫做不成功变裸体，希望条片不会黄标。老板做什么？我拎出嚟想抽嘢，你即刻奶我嘅。嗱，首先你一抽咧就990 yen。Oh my god！ 呢度全部都系裸女噶，冇一个有会着衫噶。OK， 呢度系唔着衫噶。可能有着你睇唔到咯。A 上咧就系大姑神，哇，一个巨型嘅出租女友裸女摆喺你屋企，可以摆喺你张床。做咩呢？就唔知啦，总之摆喺度啦吓。咁佢中奖确咧系非常之低噶，低过你平时抽嗰啲 SSR 100抽入面只有0.8，而 B 上咧就系1/1.2，都系多过0.4%。佢系咩呢？佢系巨型嘅画布，思想开始大啲啦。佢系1/14。哇！立牌都算好啊，起码可以动高喺台头啊。诶，唔系喎 ，D 上有着衫啊，仲以为全部都冇着衫。我都话啦 ，D 上开始即刻兴趣度减低，大咁减低，因为有着衫。咁原来去到 E 上咯，真系哇 ！E 上我已经再见唔到裸女啦 ，OK。即系最差系 E 啦。究竟我今日可唔可以抽到大奖呢？我嘅大奖定义就系裸女。哇！我呢个一翻相咧，系类似系要刮嘅，我哋已经买咗10回噶啦。刮到咩呢？就系乜嘢？佢就唔系拉一下只咁样拉出嚟嘅。我试下笃一个啊！暂时我第一次刮呢啲，笃一个。咦？喂，冇乜声效啊！喂，好似冇乜刺激感啊！喂，乜都冇噶，就咁依噶咋？总之唔中啦，下次。喂，无声的输了。嘿，入面仲有一条短裤嘅。徐夫，个入边拣一个嘅啫喎，佢冇得一次过咁样揿晒定系点样嘅喎？最终结果可以开晒咯，但系太刺激啦，就割咗揿。裸女，二，我老婆金波楼下，我要抽到金波楼下我老婆嘅裸体。今次要乜干支啦？你睇我着紧咩衫？我着紧乜粉衫啊？梗要俾乜粉抽啦，乜粉？单身狗之手，帮我抽个裸女出嚟。嚟1、2、3，二喎都系，不凡你冇运气啊！你走，系我要除喎，哎呀要除啦，蝙蝠侠啦，快啲！我知你有运气啊，你睡神分，我快啲帮我抽啦，快啲帮我抽啦，哇哇我打开咯，哇哇，快啲帮我抽啦，快啲帮我抽啦，哇哇我打开咯，哇哇我哋好犀利啊，我哋好犀利啊，快啲一下打到 D 喎，真系老耐啊！真的金波留下裸体啊！我好犀利啊 ，Freddy， 做到嘢啦！我唔使穿衫啊！快啲奖励你啊！系啊，奖励你啦！哇 ，Freddy 啊，奖励！起码先整一条底裤嘅。头先咧，如果全部都唔中咧，我就真系底裤都冇噶啦。又中啲喎，今日！哇，好犀利啊 ，Kevin 好劲抽啊！锁匙狗，裸女啊！裸女就系大奖啊，抽唔到裸女就系要除啊嘛，呢个裸女 OK， 呢个裸女，我要抽翻个先。咩啊？入边就好多条，入边仲有3条。OK，I can do it。哇，我哋有中啲啊！好犀利啊嘛！又中啊！翻嚟真系咁中裸女喎，好夸张啊！裸女，裸女，哇！翻嚟又中裸女啊！系真唔系啊？都食牛扒好唔好啊？抽到 A 嗰日都食牛扒，你即刻望住我，即刻转，日日都食牛扒，食牛扒，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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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食牛扒。你唔中意食牛扒咩？点解 E 嘅？
暂时抽咗10,700蚊都系得锁匙扣，但系起码有裸女。结果就系中咗5个裸女，所以其实我系唔好运，我 A、B、C 都出唔到一个。睇紧片有咁多嘅观众，我已经应该加码好咧，我都需要得翻条底衫底裤啦。我仲有5件衫喺度。A、B、C 唔中 ，A、B、C 就除1件。A、B、C、A、B、C 唔中 ，A、B、C 就除1件。仲有啊，我已经正式裸体啦。A、B、C 掉啊！你好惨啊！入边仲有底裤噶 ，OK， 所以呢条系当面裤，唔系底裤嚟嘅。睇嚟个14%真系唔系流噶，我要扮佢个 pose 咁样抽。A B C， 先有得翻条底裤啊！底裤啊，底裤都冇啦，真拉屎！真拉屎，拉屎要抽最尾嗰个。我可能唔准啊，都14%一个都冇，结果系一个 A、B、C 都冇。大家小心啲，抽翻上，甚至真系输到底裤都冇埋。唔係應該話，如果我本身冇同 cap 咧，輸都話要抽到 A、B、C 先叫大獎嘅話，其實攞到嘅話我都算 OK 嘅。所以大家不可一不可再，千祈唔好因為裸女就衝昏咗頭腦。大家唔好 cap 圖，唔好影啊，唔好收藏我嘅艷照。阿志唔好再出裸女俾我抽啦。阿仁再見啦，拜拜。翻嚟嘅表情係話：哥哥好慘，點解哥哥都冇3隻，但我有3隻嘅？